Hello， 大家好，那么今天一下我们的王牌一拳超人啦，好不好？那目前来说啊，我们第一个这边的这个城市冒险家的这个活动啊，已经只剩下一天多的这个时间了，不知道大家都解完了没？反正我们现在目前来说，最重要应该是要拿到1000吧，对不对？后面的话应该都还好吗？我不知道因为这个蛮需要就是很多那个就是能量的啦，但是我现在基本上的话呢，就是也没办法就是打过就是很强的这个关卡，所以今天的话我们就来再来试试看，看一下有没有机会。完了，它就自动起来了，但是先刷它应该可以吧，一样刷蛇没有问题。然后地底之路，各位来看一下，我们最近都练了蛮久一段时间的，应该是有机会打出什么好成绩的吧，是不是？应该是可以了吧，是不是？我们有升级我们的装备，还有升级我们的角色，我们不能被他们看。我靠，他们好像回血了，是不是他们上面有那个恶啊？那个恶好像就是可以让他们回更多的这个血量，而且最麻烦就是这边这关啊，还不是最重要的关卡，你知道吗？最重要的关卡是后面，因为他们后面就是一大堆那种就是莫名其妙的 UR 角色，好不好？那个真的是超扯淡，好不好？但没关系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、哦，应该是有野丫头。哇，这个刷下去也是很痛，我觉得光他现在这样子搞，我们后面就很难搞了。后面的话就要看一下，因为我记得后面好像有包普、公普、那些比较恐怖的一些角色。开咒，拜托了，甜面假面咒多一点，没错，就是要这样。来，第二波来了。好，第二波这边看起来的话呢，我要杀的一定是，我没有能量，哇操，完了。我哎呦。可是我们这，我们刚打了他一半血，看起来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小搞头哦。只是因为这些关卡，还有活动关卡，他是没有那个的，他是没有奇遇老师来助阵的哦。所以，跟他好像有点凄惨哦。完了，他追击了。哇靠，这到底怎么打得赢啊？要许我。对啊，我全部都爆光光，而且我还没能量还是我们能量要留到后面啊。他能量不知道是不是有一起，如果有一起的话，我们应该就要给他留能量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我靠，这三小啊，太扯了吧，很难我的天。好，没事，那我们就留能量，然后这边先刷死这只，然后我看一下是不是真的可以留能量。如果可以留能量的话，我们就先这样刷，然后这边一只一只慢慢点，好不好？一只一只慢慢点，点死他。干嘛？妈咪，你怎么给我回血？我妈咪哔哔啵嘞！来，好，差一点点，没事。我们现在就是慢慢一只一只扁，慢慢一只一只扁。把我们的招式都留给那个无双索尼克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哎呦，好，索尼克这边的话，刷死这只，先刷爆一只，没什么毛病，好不好？交给他就可以了。啊，你怎么又回血了啊，老哥？别再回啦，再回下去要打不完了呀。好，弄死，再踢一下。他为什么又，他这王八，他又可以开大招了耶。没事，我们直接处决，好不好？四一仗再见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这边应该会延续吧，对不对？有，那果然气就是要给他延续住，打死你这只王八蛋。四影杖，有了，轻一只是一只，轻一只是一只，然后地底之怒，刷刷刷刷刷刷，有刷刷刷刷刷，然后这边看一下，哇，他只能打后面他只能打后排那没关系，那就先打他巴掌，然后那边来了流光影袭 ，Oh my god！我觉得玩这个模式真的超像是在打什么艰难大挑战的，明明就也没到多难吗？一直在那边好像打那种超级难的挑战关卡一样。好，追击没事，然后帮忙一下，加强护盾，有吗？他有加强护盾吗？好像也没有。来，拉伸修克破。轰一下，轰一下，完了！他们这些人是不是有点过分啊？啊！我觉得不行我的索尼克不能在那个位置对啊，我索尼克在那个位置好像就爆了。这也太难了吧！我都已经这样子，我还打不赢太扯了，真的是太扯了。而且我这样子感觉好像还会一直那个就还会一直耗体力吗？还是他不会啊？完了，我又忘记
上位置了，奇迹！等等等等等，哎，他会耗一点点体力啊，我看一下啊、哦。哎，奇怪啊，我的那个队伍的位置要怎么换啊？是我们这边队伍直接来吗？他真的很奇怪哎、欸，这个东西，他完全没有那个任何那个，有没有编制的地方不见了呀？哦，布阵哦，这边是我自己白痴，抱歉，是我自己的问题啦。那就这样子吧，这样子搞，然后来吧，还是我们应该要换吉纳斯博士嘞？吉纳斯博士换一只上去会比较好吗？这样子吗？吉纳斯博士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前面会有那个核心，前面假面就先不用了吗？试看好不好？吉纳斯博士，他至少会叫一堆那个小东西出来这样子，但不知道这样就可不可以那个哎、欸，可不可以刷掉哎、欸？杀死一只他好像也不会加东西，对，他好像也不会加什么能量，好像是每回给你一点点，是不是啊？哇，这个跟那个跟我们的那个就是不一样的东西的，各位。好，刷刷刷，黄金球。哦，托姆布，野丫头。看起来，哎呦喂、欸，他会加很多哎、欸。那这边应该就是一样刷掉这个，他会一次一次加一的样子，好刷烂，先把黄金球给他刷死。那我记得那个谁啊，吉纳斯博士会帮忙补血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他可以帮补，来来来，帮补一下，要不有啊，我们这次有补士喽，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喽，吗？有吗？应该吧。慢慢扁，把气留着。哦，来了各位，这边我先看一下要刷谁哦。觉得看起来应该要刷这个啦，还是我们应该要刷那个？应该要刷那个谁？要刷那个背心吗？感觉刷背心好像也不错，对不对？完了，流光隐形。哎呦，你们不要再搞啦，真的会搞死人啊，哎呦，真的会搞死人啊，多重剑士，好，刷一刷刷一刷，然后小心点，先打中间这一只。哇，一直在爆耶，来了。哎呀，王八蛋，崩裂强袭了！哇，来了！干，根本撑不住呀！我靠，老哥哥，但没事，左一个不要死就好了。我靠，左一个也可以撑住啊！加油，先把这个杀了。他如果能够把这只剁掉的话，有机会。有吗？感觉有一，我靠，没了。哇，没有，不行，这个模式真的是太扯了，我完全没办法哎、欸，太惨了吧！很难哎、欸，白痴哦，这个模式。好啦，那目前来说，我这个城市冒险家的话，应该是只能尽可能拼一下这张这个吧，限制招募券了吧，其他感觉很难拼了耶。后面要1500啊，我觉得我应该目前来说是获取不了的，好不好？这对我来说这关卡有点难啊，但没关系，我们就尽量至少都有打过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好像是要怎么样，就是你要把它打死才会拿到奖励，是不是啊？对吧、啊？这个看起来好像是要把它打死才能拿到奖励、欸，但这个打死是应该是超久的。因为你看我们每一次这样只消一点点，然后我看一下哦，这边我们上面这个是329，它好像也没有就是额外会减少什么东西，所以我们是一定可以把它打到打死的吗？那好像就是要一直在这边一直狂点猛点狂按猛按的感觉哦，感觉可以吗？来啦各位，哟呼，可以吗？对啊，你看我们现在32多，然后我们这边慢慢刷刷看，四影仗。Nice， 然后这边看一下哦，三对啊，
他好像没有，好像不会那个啦，不会给你那个什么东西，对啊，不会给你就是额外扣什么东西，所以就是慢慢打过就好了。好啦，那大家这一次这个活动你们打到哪里呢？这几只真的是太强了，好不好？真的是完全 K 不过只能等到后面我们有更好的这个核心之后，我们才可以就是再来做一波这个尝试啦，好不好？那如果大家这一次有什么比较厉害的队伍或是配置的话呢，也可以再跟泽平分享一下哦。反正我们现在就是为了之后来蠢啦，哦，可能再过几个月之后，我们可能就会慢慢变厉害了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啦，加油加油哦！